你好。你好，思阳。IT 榜首先关注阴谋与爱情。微信老大腾讯马化腾，硬件老大网易丁磊，阴谋与爱情玩起来。微信三个月卡歌五次，最后的一次就是硬件上线的第一天，阴谋还是巧合？但是经营不了。一段爱情，两周年一段，微信背后是三分大头。顾问布拉尼克比确认在忙，布拉尼克比确认在忙。